老婆呀，你说回沈阳老家，天天吃我爸妈做的饭，吃腻没呢？我觉得贼好吃，我还能吃一年。你能实在点啊？实话实说。好吃，征服了本南方人的胃。但是呢，你说你搁洛杉矶，天天跟我说你小时候吃的那些有多么多么的好吃。你说现在骆驼爷爷奶奶也带顺了，你这还不带我去尝呢？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吧？哈，我一直对那种大饭店的不太感冒，就喜欢那种小馆子。我们这边一般叫什么苍蝇馆子，但是哈，年头长而且好吃。你们叫啥？我们叫非遗。就这家店哈，我从上高中一直吃到现在，见没见过像食堂似的，吃饭先买卡，往这里充钱。给我来个辣鱼，毛蚶，这好着呢。想当年我跟石老师在沈阳的时候，一天来八趟，三碗咸口，现下的啊、哦。来这儿吃主要就是咸口冷面，面好了哈。咸口，再给我单独来两碗汤，然后这个辣椒面。为啥单独要碗汤呢？它的这个面特别吸水，你这么扒拉两下之后，汤就没了。往里边多添点，快吃，咋样？颠覆我对冷面的认知。虽然已经入秋了啊，这个时候吃冷面有点不应季。回到沈阳可能也就五六天，但是我能吃三四次。中午带你吃的冷面，晚上带你尝尝这个啊，各种炸的东西。哎，那好吃。往上写单，原来手写，现在打条了。面，哎呦我操，哎长长，这是我的念念已久的土豆片子。画出来，刚才吃冷面，啪忘退了，里边还有二十多块钱呢，就拌一拌就可以吃了。可能对你来说不太特别啊，我们老沈阳人啊，吃它就是一种习惯，是一种回忆。一来他家这店，一闻那味儿啊，马上回到小时候。中午饭也吃完了，下午饭也吃完了，这点回家都半夜了。我妈对我吃的健康呢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啊，虽然我年近四十，别的她不管，她要知道咱俩是苍蝇馆子的话得面子我。进家门就是说在一个朋友家吃的啊，别给我说漏了。说谎的好宝宝，说谎仅是这个数。我也不用你说谎了，他俩都睡了。哎哎，错了错了错了，上场五百二十元，谢谢老公。完了，吵醒了，退了吧。刷牙再睡觉，明天早上起来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我现在就去刷牙洗脸。哄你谄媚那样。这可不是谄媚啊，我就是觉得妈妈说的对，在国外看牙不光贵，而且难预约。别这口牙花了8000刀，那些老外啊，为了不去看牙医，都特别爱护自己的牙齿，他们在自己口腔健康上的投资一点也不马虎，很多健康问题都跟牙齿脱不了关系。没错哈，咱也得做好牙齿的清洁和保护哈，好多牙齿问题呢都是没有清洁到位所导致的。刚好给你试一下我新买的飞利浦电动牙刷哈，我好多美国的朋友都用这个啊。这款钻石三系的刷头很有意思，只有毛刷摆，刷头不摆，在高效清洁的同时哈，也不会容易打到牙，它还有微泡水流科技啊，能带动水流进齿缝清洁，啥犄角旮旯都能刷到位。这配合起来啊，就像给牙齿来了个大扫除。老婆，爸妈都睡觉了，咱俩干点啥呀？睡觉呗，还能干啥？出去溜达溜达呗。我今天肯定当乖宝宝了，不出门了。我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我不吃，我再给你当这个。那我也不去。行吗？后悔没？真香。